近日有网友爆料称，以一曲《朋友》走红歌坛，曾因聚众斗殴罪获刑6年的歌手臧天朔已假释出狱，并与多名圈内好友在北京望京一家酒吧现身。对此，臧天朔本人仅通过短信形式表达了对所有人的感谢，写道：谢谢了，祝和顺圆通。就此事，臧天朔的朋友乐评人郭志凯透露道，他在里面过得挺好的，不会有人欺负他。臧天朔具体出狱的时间是2月10日，他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臧天朔会在3月举办媒体见面会，讲一下在监狱里的具体状况和未来的打算等，但是现在具体3月哪天办还没有定下来。当被问及本应于2014年8月27日刑满释放的臧天朔为何提前出狱时，郭志凯说，他在狱中表现那么好，应该会有减刑。